糖醋鸡翅。特别好吃。油香油香的，软了。那个蛋糕现在好了吧？下了吧？那我等下子这样吧，我等下子我到木子林去玩了，附近再拿路边两百袋油啊。好，就这样分析，看看您关心啥，是吧？嗯，好主意。咱们佛系拍视频，允许任何声音存在。猪蹄儿，
肥油都炖出来了。糊嘴，黏。来吃牛舌饼了，这是第二十盒，最喜欢这种老式点心。来，就来这个吧，来上面这个。不要太酥啊，特别好吃，姐妹们，一点都不齁甜，吃起来特别的酥，然后很香，浓浓的这个面香和芝麻花生的香味，里面是椒盐口味的，不辣，有一丢丢的甜，然后咸咸的。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爱吃。哎，我每天都要吃将近一盒。芝麻花生，肉眼可见，是绝对不齁甜的。很多姐妹就怕不酥，是你们收到跟我这是一样的，都会很酥的。配料表第一位就面粉，第二位就猪油，猪油放的多，所以吃起来特别酥，而且它上面呢是不油腻的，也不干巴，越吃越香。再来吧，两个都饱饱的了，因为这一个很实在，当早饭来个两个，下午茶都行，马上你们出去郊游了，带上也方便，这盒子也很好。牙口不好的，糖糕的都可以吃，是绝对不齁甜的。外面这一个就3块钱，一盒子都20多，咱们家16.9一盒，里面有8到9个，推荐拍两盒，两盒25.9更划算。没吃过的姐妹们一定要尝尝，不好吃的东西不会反复这样去推，我一个月多点吧，卖了3000多袋。我是真的很喜欢吃我才去推。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舌饼了。买点给家人尝尝，我老公也特别爱吃，真香。南瓜吃了，这个贝贝南瓜太好吃了，姐妹们，直接我放电饭锅里边蒸的，不要水煮，打开一个，哇，好香啊。都快脱，这个皮儿都快脱了，都分层了，连里边的瓤都没有水，干干香香的，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贝贝南瓜了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我在店里买过好多次，超市也买过，就没有买到过一次是真的，都得喝水吞下去，特别噎人，然后甜甜的，香香的，糯糯的。
肉眼可见的干，闻起来就是那个板栗的香味，吃起来粉粉糯糯，香香甜甜。这个绿色的皮儿都可以吃，干的都掉渣了。不打药不催熟，产地发货。短短的一个星期，我们吃了三箱，每天都吃。哇，山东潍坊的南瓜真好吃，一点都不水，不面不要钱，姐妹们一定要拍个尝尝，特别好吃。我老公每天中午他都吃一个。比白薯还要面，而且不脏，这就是收到我没有洗的样子，上面有个网套着。18.9到手三斤，3到6个，推荐你们拍那个25的。哎呦，我不喝点水，我都咽不下去了，太面了，太好吃了。贝贝南瓜超市里面、水果店都有卖，菜场也卖，都很贵，卖到10块钱一个，或者10块钱以上。我们蒸着吃，给宝宝做辅食都很好，都干的脱皮了。家里有血糖高的，一定买给他吃。我妈就是糖尿病，长期的吃南瓜，对身体很好，又这个南瓜真的是又好吃又便宜，强烈推荐。这个我留到晚上直播吃，太粉了，浓浓的那个板栗香味。